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大牙缝的频道。哎呀，真的给大家看我穿几条裤子啊，看，穿一条，两条。以前小姑娘的时候，真的是穿一条裤子，就是哪怕零下十来度都穿一条裤子，而且盖一床很薄的被子。大家都知道，江苏这边的话，它是没有暖气的。而且别说空调了，那个时候空调的话，你想想看多贵呀！一般不会用空调的，所以你想想看，真的，一岁年纪一岁人，从生了孩子过后，身体就兜不住风了，怕冷，特别怕冷。哎呀，真的也佩服自己。你看手套都背着。今天的天气呢，又恢复了往常的一脸的灰脸。恢复他的脾气，昨天阳光明媚，他不让你舒服。我老公已经去上班了，我马上也走。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天天加班。昨天晚上，我洗了澡下楼，后来我就上楼了。我老公他说他要坐一会儿，我就让他坐一会儿去吧。结果我上楼，我倒床上就睡着了。现在是几乎。现在是没有什么叫失眠的了，以前老会失眠，我这人就闲不下来嘛，只要闲下来之后就会失眠，就好动，不动的话，然后就难受。18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第一次上班嘛，就在这个公司里上班，刚上班，然后呢，圣诞节休了2个礼拜，我的个妈呀，过敏，荨麻疹。痒的我真的是那个恨不得用刀啊在身上刮呀，就这个地方痒。然后呢，骑自行车耳朵又动了，那真的是太难受了。那个圣诞节过得太不舒服了，去了好多家医生，医生都有的给我开吃的药的，有的给擦的药的，左一遍擦右一遍擦都没用，一直难受，难受得不得了。所以就不能闲下来，其实那时候就闲下来了。人一旦闲下来之后啊，就是一直喜欢忙的人，心里闲下来之后，他的抵抗力啊，就是免疫力会下降，免疫力一下降不得了了，这些小病小闹的就来了，所以难受死了。现在的话，我赶紧是吃维生素 C， 每天吃一颗，早上吃我的管这个的甲亢的，晚上吃我的这个维生素，不然扛不住。好了，我赶紧去走路去坐公交车啦。你看这今天这个天气啊，虽然冷得不得了，但是人家没有上冻啊，一点冻都没有。你看地上一点冻都没有，挺好的，不冷。我们这边的就是消防队，今天我们吃泡菜国思密达的菜，这个牛肉是吧？然后生菜、鸡翅、鱼。下班喽，今天还好，今天才8点21分，不算加班，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很给力，人多嘛。看看我这同事多厉害，直接把这个呼到这上来了，人家都是往那个上面玻璃上弄的，他直接呼到这个显示屏上。今天还是来了同样的车站，看早的话就有人，不过人也特别少。今天还要等40分钟，看看今天的我沙拉，沙沙沙拉肉多一点，昨天都是奶酪没什么肉，所以我跟他讲我要肉多一点，还有面包呢，不知道这叫什么面包，饿得不得了，我饿死了。看看我吃了这么多洋葱，配着这个吃。这个面包还挺软和的，给大家看看啊，在 River 买的，看这个面包也挺软和的，看也不错，挺好的，价格比 Lidl 贵，但是质量比它好。我来来来，沙拉没有了。哎呀，饿死了，吃得快得不得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个肉多，再放一点洋葱。好，不贵吗？Really? Look. Okay. Danke schön. Bitte schön. For me, it's the rest. 刚才切了那么大一颗洋葱，被我吃了，就剩这两根了。因为没有
香肠呢没有沙拉那么，不然的话完了都给它吃完，吃多了也不行啊，会胃和灼伤的感觉。哎呀，舒服是挺舒服的。现在我就拿这个麻辣香锅调味料煮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牛百叶，看一看，这可是真的牛百叶哦，看，在意大利买的，都两个月了，九月份买的，十月份、十一月，两个半月了，赶紧吃。但它现在锅里在煮着呢，要开一点那个，就是油烟机，不然的话它会有很大的辣味儿。刚才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婆婆来电话。一般我婆婆不会给我们就是突然打电话，后来我老公接了，说他那边的圣诞集市也关了，因为是怎么的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地方要两剂，就是要么就是你打过疫苗了，要么就是你又恢复健康了，你得过新冠恢复健康，然后还有一个就你还要加 plus，就是两剂，这个两个都符合了之后还要加一个测试。然后呢，他们那个就是圣诞集市又没有围栏，要控制人数，所以呢，不要了，不好弄。而且呢，就是本来人就不怎么多，一开了几天了，说关了。所以婆婆跟我们讲一下，还是挺失望的。现在我老公在看电视，上面讲多少多少多少，今天有多少人？哎呀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不过德国专家说了，说今年这是最后一期，明年就好了，但谁知道呢？哎，真的不知道。还是健康一点。今天我吃了很大的那个面包，剩下面包都给我吃了，太饿了。然后又吃了一个橙子，又喝了好多水，这个肚子就爆掉了。因为天冷嘛，晚上还是很凉爽的，虽然早上没有结冰，但是很冷。你出去了之后，如果你穿的薄，你就感觉你下半身站在水里头，哇，好冷。所以大家每天要多穿一点，不要为了好看，保住身体是最重要。这时候你感冒，感冒医院都不想接你吧，是吧？医院里头你本来还是没什么的，你到医院里头感染了怎么办？哎呦，我锅里头还在煮这个呢，那冒热气呢。好了，祝大家晚安吧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